234公顷里面，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社区型。你因为市场必然有吃的，哦，要念书有小学，然后要银行有银行，要邮局有邮局，要体育场有体育场，要游泳池有游泳池。基本上你生病了，你也不用跑远，哦，就是中心医院。因为这里 有好几个市场，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通通都可以解决，就是一个自给自足，所以中心就变成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。之后有那个市场，神府还在的时候，甚至有人早餐就来吃了，还不到10点，有这些老客人，老虎弄好了没有啊？可以吃了，他就要吃了。1960年代起，中兴新村迎来了最人声鼎沸的辉煌岁月，渺无人烟的南投市区对外联络道瞬间忙了起来，开往台中、雾峰，甚至是彰化、云林的各班公车随站随到。南来北往到中兴新村洽公的公务员挤满了台中火车站，就连友邦外宾造访台湾也要到中兴新村到此一游逛逛参观。像还没有端交的时候，大部分都会先到神府大楼去，完了之后中英会堂就是主席请对方吃饭的地方，国中小学的小朋友啊或是民众，他就是在那个迎宾车的车辆必经之过，拿着对方的国旗在摇旗呐喊欢迎。中兴新村的繁华，先进的都市规划，全台第一，也是唯一一个花园城市，里里外外就像第二个台北一样热闹。而村子里的宿舍区也充满着喧嚣。然后上下班的时候，二十线的交通车，啊，你只要站在门口那个哎，交通车一号，你就站着就上去，所以那个相当方便。中兴有个。建设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工作地点跟住家地点，啊，它就是它有一个口号叫分开而不分离。每条小径随手一招，穿梭的巴士就会带你到你要去的指定上班地点。小学生上学的路，步伐与距离都是被精妙计算过的。小学生上学，根据当时的研究，是小学生它的步行啊，最多可以走600公尺。如果超过600公尺，小朋友脚都不行。所以他们就设计一个600公尺的步行距离，就设了3间学校。我的岳父刚好就是农民厅，听我岳父的，然后听其他的老前辈他们在讲，就是，给你看电影呐，啊，载你们出去玩呐。假日无聊，中兴新村巴士带你外出踏青。如果不想跑远，村子里也有3个市场和大小市集，能采购各类生活用品。贴心的都市计划。俨然成为台湾国内独树一格的国中国，设计极其完美，就连办公场域的使用空间都是有科学依据。当时正好那个经社会经安会他们做了一个统计，说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办公空间究竟应该有多大，所以他们就用科学的方式算。那住家呢也是一样，他得了2个数据，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大概是3平到8平之间，3.多平到8平之间。那如果用这样计算的话，就是得出它的宿舍最小最少大概要15平到16平，最大大概30几平。啊，他们就这样规划出甲乙丙丁宿舍。为了打造不同等级的宿舍群，中兴新村内有双层一厅一卫的4拼宿舍，也有这些低密度独栋独院的住宅规划。而分配的方法就是依照省府公务员家庭状况和级别依序分配。我民国57年住到现在，他是省政府的职员呐，啊，他是见证。您这个几房啊？2房1，这个一个小房间房子。那个时候你们家一家几口住在这个房子？就是我刚开始没有，刚开始就我跟我太太啊。那后来孩子？然后来就孩子来了，我生了3个。和李总经理一样，住在这里的老公务员们，不少都是来了、住了、喜欢了，就不愿意离开了。起初，不少高级公务员早就在台北买房定居，
当时一听说神府要书迁到南投，要他们举家搬迁，可是百般个不愿意。有人推脱啦，找各种理由和借口；有人想办法找人脉，请托外调。为了鼓励这些神府公务员移居中兴新村，中央想的各种方法事出力多。他有好多优惠啊，当时哦，所以用二十度不要钱了，哦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他们在讲说，那时候的严家跟严主席有跟他们做一个口头承诺，就如果你在这边住了9年到10年的话，那个宿舍就给你们了。但那个对面是一等的，哦，就一等的，就是他有1、2、3、4、4个房间。邹怡婷是神府的第二代，也是中兴新村出生长大、不折不扣的中兴宝宝。当年爸爸妈妈举家从台北搬迁到这个陌生境地，可是差点起了家庭革命。妈妈算是大户人家的女儿，爸爸跟我讲说，这边附近啊，哈，就是稻田啊，或者是甘蔗园啊，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脚踏车。脚踏车。对对，就我妈妈是台北人，她刚嫁过来睡不着觉，因为虫鸣鸟叫，太吵了。然后现在你看到的客厅是以前的。就是厕所、浴室嘛，哈，然后还有厨房，就在这个房间里面。我们算丁总的，因为我爸爸和我妈妈他们都很客气，他们来的时候只有两个人，然后所以他们被分配在这边。尽管家里有两房一厅，邹家一家七口，5个小孩都要睡在大通铺，但小宅与优美的周边环境，让邹爸爸宁可放弃了升迁外调机会。也要坚持留在中兴新村。他们在外面念书，我还问他说：“你在台北念书，你不在台北玩，你干嘛每个礼拜都回来？”他说：“大也不一样，这里就是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安全、很舒服的地方。”时光荏苒，悠悠漫步在中兴新村的大街小巷，蝉鸣鸟叫回荡于耳，但现今的街廓略显沧桑。50到70年代的繁华不在，经审后，神府公务员纷纷调离，宿舍腾空，一甲子的繁华尽落。而当年以为自己能住一辈子的中兴人，也陆续被离开家园。因为我爸妈他们来的时候，就是没有签契约，反正就最早的时候，他们因为他们要请他们下来中兴新村住，所以他们有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就住在这里，房子归你们。所以我爸爸压根都没有。想到要去外面买房子，等到他要走的时候，他跟我们一直跟我们道歉，他说：“爸爸哈，真是没有听妈妈的话是错的。”查首长会谈，查府会记录，好像没有发现这样的记录，没有正式写成文献。但是我听老一辈人讲，当时可能有这种的承诺了。没有文献证据的承诺，成了中兴新村不断人口外移的难解之题。这颗曾经台湾的行政心脏。多年几乎暂停跳动，整个活化的部分是渐进的，哦，这不是像点烟火一样一点就亮，而且这边全部都是属于文化景观区，你整个修建的部分事实上的费用比新建还要高。曾权倾一时的副首都，仿佛时光胶囊，外观不减当年风华，内在却完全走样。唯一不变的是，参天大树仍然直挺挺地守护着。过去最向往的天堂国度。